本期讲解一个公众号流量主美女变现项目，实操10天变现600，一个小副业利用 AI 无脑搬砖。今天带来的这套公众号流量主美女变现项目啊，作者自己实操10天收益600多块钱啊。一开始收益低一下，但这个项目是越做越好的，后期爆发一天可以达到1000到2000。项目全程都是 AI 操作，不需要自己动脑子，利用无脑搬砖的玩法，新手也容易上座啊，上路。这是3节视频课，还有项目所实操的这个 AI 需要的这个网址，全部都有提供啊，非常简单的一个项目，可以批量矩阵操作，收益更高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公众号流量主美女变现，或者是流量主美女变现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